渡人车骑得太快了，因为时间从不会为谁等候的，有太多人需要温暖，需要欢乐，所以宁愿做到极限，努力不休，让人生不停转动，冲锋与收集彩虹，不犹豫，不想太多，怕错过，不怕冲动，像地球不停转动，把黑夜转成白昼，不追求浮华的梦，用影响定义成功。爱的轻快的歌，分享我心里的日历缝合，一直在我想走的路上走着，所以从来都不觉得疲惫了，让人生不停转动，从风雨收集彩虹，不犹豫，不想太多，怕错过，不怕冲动，像地球不停转动，成白昼，不追求浮华的梦，用影响定义成功。是要安怎不用开钱，还可以让小杨欢喜啊？徐老师是咱林太太，啊，是我嘛来咱小杨。哥，我唔是一种人啊，我若用红个烂毛，一定会踹一条的啦。小杨啊，哎呦，你唔免紧张啦，啊，唔免惊啦吼。我是想要跟你讲吼，祝你生日快乐啦！安尼感觉怪怪吼。志武啊，你在创啥？哦，我要等你厝的啦。啊，有人看到这福星瓦斯行哦，摆啊，敢若无钱啊，甲悄悄的安尼啦。哎呦，啊！你提这是啥？我想讲哦，买一个鸡卵糕，给大姐庆祝一下。哦，姐夫啊，你有买什么礼物送大姐无？啊，无这个鸡卵糕你提起啦，就讲哦，是你买的就好啊。袂用的啦，这你买哪会用讲是我买的啦？袂用的啦。不要紧啦，最重要的是让大姐欢喜啦。是你买和我买，哪有什么关系啦？袂用的啦。多谢你哦，替我设想啦。我无想要予恁大姐的祝福失格啦。啊，我哦，有我家己的方式，祝福恁大姐生日快乐啦。唔免啦，吼，行行行，来顿啦。楼卡咧上课啦，啊，佮老师行后边吼，有一只足大台桌啊，因伫遐上课，较方便嘛，较快啦。哎，啊，即摆时间差不多啊，你会当先倒去甲看啊。好啊，好啊。小朱啊，我拄只吼才想着讲，今仔日是你的生日啦，啊，着走去买一挂水果，要送互你做生日礼物的。啊，今仔日因咧上课，你敢有时间过生日啊？不要紧啦，阿辉在阮家迄个也无咧过生日啦。阿你做这水果吼，有可能就是我今日唯一的礼物啦呢。
遮吼，啊，足多谢你的，会记得我的声音吼，我就足欢喜啊啦。三八的你，咱是好朋友呢。好啦，我想你也去吼，把水果切切嘞，带伊放落去，啊，你先落去啦。好啊。今天教的回去都要复习，听到没有？听到了。好，东西收一收，可以下课了。下课了吗？师傅有帮你们切水果，吃完水果带回去哦。杨老师，今天是不是你生日？那是不是有蛋糕可以吃？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蛋糕在这边。哇！小季，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搞不结账，你要睡给冷哥哦。小朋友，我们一起帮杨老师庆生好不好？小朋友，我们一起帮杨老师唱生日快乐歌好不好？主任营修题呗，给能够上而已。你有准备什么不？哎呦，不要紧啦，我那有足欢喜啊，唔免准备什么礼物啦。我是无准备什么贵重的礼物啦，啊，不过我有准备我的心意啦。查个，什么心意哈？小杨啊，我哦无买什么贵重的物件啦，不过。我有准备一条歌啦，我想要唱一条歌当作礼物送给你，不知你有愿意听我唱无？啊，你要唱就唱啊，哪会免问啊这么严肃啦？啊，这条歌吼叫做《Beautiful Dreamer》啦。哇，伊莫话嘞。Beautiful Dreamer。Welcome to me, starlight and dewdrop are waiting for thee. Sounds of the river heard in the day, loved by the moonlight have all passed away. Beautiful dreamer.Queen of my song, list what I would be with soft melody. Gone are the cares of life's busy throne. Beautiful dreamer, awake unto me. 虽然国民到真侪所在做无好势。啊，笑歌嘛，笑歌安尼微微辣辣。不过，伊对我的用心，我真正感受会到。用鼻子在吃玫瑰花。你对高明，有可能我嘛应该调整我家己。那安尼，阮的婚姻就会当继续走落去啊。来啊！人奈拢还袂来啦。那恁以后放假，我定定来看你家姊夫啦。叫伊车来啊啦。来哦。啊对哦，迄江菲菲吼，交代我就爱揢物件给爸爸啦。我看吼，我互你揢平好不？哦，好啊。那恁稍等我。姊夫啊，大姊哦，都拜托你啊。哎呦，你放心啦。我甲伊结婚到今嘛，我逐个月薪水拢交伊呢，伊对我也袂吃苦的啦。是啦，啊，我先给你挂落去，啊，你落来哦，无会袂有啦。啊，我到三间无啦。姊夫啊，我唔是咧讲钱的代志啦，我是希望姊夫哦，会当天天像大姊哦生日迄天同款，加做一寡让大姊欢喜的代志啦。哦，我尽量啦，啊，我就唔是这种人啊，迄生日迄天的足麻烦的呢。哇！只要食会饱，睏会饱，唔爱让恁大姊骂就好啊！啊，恁昨天袂来啦？哦，好啦，要来啊啦！恁大姊甲我，你放心啦，行啦，行啦。
素楼那派呀。啊，今麦袂当煮饭啊，国明早就是安怎？你等来啊？安尼爱食，你早顿煮好啊？吼。家素楼派，今麦袂当炒菜，我当咧想讲哦，你的早顿是要安怎？哦，无要紧啦，啊，我著食饭配酱菜就会用个啦。以后再去哦，你毋免特别搁替我炒菜煮饭啊啦。啊，昨暗凊饭食食的，无落我咧路的买，拢会用的啦。安尼，互你后爸食敢好？无要紧啦，你莫伤忝就好啊啦。嗯，你今日是安怎？你哪会遐尔体贴啊？啊，我嘛毋知影啥物叫体贴啦。啊，着小兵伊哦有提醒我啦，叫我做一寡互你欢喜的代志啦。啊，我想讲，莫让你伤忝，你就会较欢喜啊。我紧来传传，要上课的恢复啦。阿个下晡就感觉身体足无爽快，头直戆戆，阿个就想要吐的。你敢会是感冒啊？看完咱来看医生啦。你身体爱顾好呢，啊无你要安怎上课啊？上面啊，我等下睏前应该就会较好啊。啊，若是明仔日佫无爽快，可以看医生啦。好，啊你紧睏，你紧睏啦。啊，唔等我来煮啦。身体也没问题，你会觉得累、恶心、反胃、想吐，是因为你怀孕了。恭喜！蔡医生，谢谢。吼，李老师啊，你哪遐认真啊？断考才打几年，你即摆阁要甲学生考试啊？无法度啦，啊，得要联考啊，一定爱较拼的啦。即届联考，我对阮班的成绩期待足悬的呢。讲真实啦，其实吼，我嘛真紧张呢。我嘛希望阮班即届第一联考表现会当表现了袂歹。啊，对啦，啊，丁大壮因家即摆是安怎？哦，我昨有去因家啦，因妈妈哦，复原的状况袂歹。而且，这次车祸是对方的不对，伊有赔伊一寡钱，还佮加上咱之前的募款，生活吼应该是袂有问题啦。其他的就等丁大壮考掉高中再佮讲啦。好，好啦。徐老师，真久无看。杨老师啊，你来找李老师哟。李光明，你敢能出来一个？我有话想要甲你讲。哦。啊！你是有啥物重要的代志，哪会特别走来学校找我啊？啊！你是人无爽快，哪会歪踮咧厝里休困？就是拄拄啊看了医生，所以有话想要甲你讲啊。哦，啊！医生是讲啥？
你是咧欢喜啥啦？啊，老人看医生才欢喜的啦。啊，伊是讲安怎？医生讲，你要做爸爸啦。医生咧胡白讲啦，啊，我无囡仔是要怎做爸爸啦？有啊，你的囡仔哦，伫遮。我要做爸爸哦！较细声的啦。哦，好啦，我较细声的啦。啊，你会去回去袂？我会去回去袂啊！你人无爽快哦，你等我一下啦，我较等下陪你回去厝的啦。好啦。手爱无好，手爱无好。好啦，是哩是哩哦。哎，遮一个空，遮一个空。我知啦。豆豆来，豆豆来啦，你卖急啦。好好好，闲个袂，闲个袂。你先坐遐，你先坐遐。来啦。哎呦，你坐伤紧啦，你豆豆来啦。哎，慢慢坐，慢慢坐。好好好，好，还有坐好无？有啦。嗯。啊，你坐对啊。煮的较好坐啦。哎呦，你这茶啊，哪会茶会巴肚的啦？放在边啊啦。安尼有舒适吼。嗯。以后吼，厝内代志拢我来做啦。啊，三顿你若无想要煮吼，我来煮袂要紧啦。你中昼想要食啥？哦，我即马都无啥物胃口啦。等下若是枵吼，我家己煮面来食就好啊。我即马去替你煮面啦，你等我一下啦。哎呦，唔免啦，你下晡唔是够课。等下吼，我若是要家己煮就好啊啦。无要紧啦，足紧就好啦。乱啊！这到底是搞我帮忙，还是帮倒忙啊？我看这要穿哦，要穿几个布啊啦。嗯，啊你徛遐创啥啦？你紧去休困啊！我明好我会叫你啦，紧去休困啊。嗯。啊，这盘是啥？嗯，啊你看袂出哦。我特别蒸一尾鱼，予你加菜啊！食面哦，无够营养啊，来，趁少食。不过我即摆无啥物胃口呢。啊无吼，你面口换再食啦，加食一寡鱼啦，食鱼真好啊。迄医生毋是讲有新的人爱加食鱼，安尼咱以后的囡仔哦，就会较巧呢。来啦。不过我无爱食蒸的呢，啊以后要煮鱼，煮汤的好无啊？哎呦，煮汤浪费啦。迄鱼仔着爱食真个，毋只好食。阮阿娘拢真安尼，互我食呢。哎，食看卖啊！吼，安怎？真好食哦！有够甜个呢！哪会啦？我明明着蒸甲拄拄啊好啊，真酥佮真香呢。嗯？啊！你是要去倒啊？我歹食啊！哦，真好食啊！哎呦，哎呦哎呦，啊你是欢怎啦？包公吩咐把赵大带去，
不准见刁氏，即传刁氏上堂。包公道：“你丈夫公说陷害刘世昌全是你的主意。”好啊啦，你念到这，安尼我困袂去啦。我是想要念予咱的囡仔听啊。这七侠五义哦，内底足侪做人的道理呢，啊，佮教人哦，袂用做歹代志。我细汉的时阵，阮道上拢念这予阮听呢。啊，这本册哦，佫是我下晡特别去学校的图书馆借出来。我就是希望，逐天会用念予你佮囡仔听啦。啊，毋过你念到安尼，我睏袂去嘛。无以后我照出来，就予你看，啊！你再找时间念予囡仔听啦。我希望咱的囡仔吼，出生了后是一个足健康，啊，佫足爱运动，佫足爱读册的囡仔。我即摆较拄拄啊有心尔，一定想着囡仔出世以后的代志，敢袂想伤远啊？啊！我拢顾伊家己欢喜啦，拢袂记咧甲道长啊尔讲咧。你先睏啦，我来写批。哦，好啦好啦。秀珠有信啊，实在足好诶！啊，国平甲我讲，秀珠落几月要生？啊，伊都批内面简单交代尔，啊，无写较侪啊哩。吼，即个国平哦，啊，都要写批转来啊，啊，毋写好清楚啦。嘿，啊，你看我敢爱去一撮？你去要创啥啦？嗯，去甲秀珠安胎啊。哎呦，毋免啦。你秀珠平常时啊真爱运动啊，身体应该是真好啦，你免安尼烦恼啊。哎呦，啊我除了烦恼秀珠哦，主要哦是担心国明啦，伊袂用甲照顾啦。啊，你也毋是毋知影，啊恁国明若要照顾家己是无问题啦。但过哦，伊若要照顾秀珠哦，神经遐尼啊大条，我惊伊顾了袂细腻啦。应该是袂啦，你毋着先分少年的家己去处理。啊，等你若家己开嘴哦，来甲咱要求，咱再来甲帮忙就好啊嘛。啊无哦，你安尼雄雄去哦，颠倒造成因的困扰。哦。老大。老大，你好，师。拜你今日运动哦，无休困。无啦。阿娇哦，我听讲杨老师有心。恭喜呢！无怪，我最近罕咧看伊出来买菜。我着惊伊收忝啦，着叫伊莫遐接煮，所以我拢会早食来转来啦。好，啊对了对了，我新的人哦，拢会想想要食啥。杨老师，你若有法度，就尽量买予杨老师食哦。我知啦，多谢你。啊，我先起来哦。好。小雅，我早准备回来啦，尽快吃哦。食什么其他的物件，我来买啦。我想要食水果呢。水果？啊，金门水果较少，啊，无我出来看卖啊啦。啊，若有，你想要食什么水果？我想要食苹果。那遐麻烦你啊。未麻烦啦，安尼嘛算是你巴肚的囡仔想要食呢。嗯。巴肚的囡仔想要食。你讲要食什么？苹果。苹果啦，苹果，苹果。
咧枵啊！啊，奇怪，这李国明，咱要一个水果，要三点才会回来。帮我抬啦，小年年啊，多谢啦。啊，你拄则不是讲有真重要的代志爱办吗？对啦，我雄雄袂记的啦。头家娘，哎呦，啊，小杨是要食啥？头家娘，我甲你借问者，迄有心的人吼，我想要食啥物水果啊？看卖的。哦，是哦。嘿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我甲你包起来哈。无要紧啦，啊，这往来嘛真好食呢。头家哦，讲有新的人哦，爱食酸啦。啊，讲这往来哦，对有钱人佫真好呢。我来甲你切切咧。我管伊个往来偌好食，我要食是苹果啊。阿好伯啊，哎，来了，我给你倒茶缸。哎呦，免啦，哎呦，啊，今粪扫场也无偌远啊，我提起就用你啊啦。哎呦，啊，你先转去啦，无差这一挂时间啦。啊，对了，李老师，我听讲哦，你要做老伯啊呢，你恭喜哦。我哦，原本是足欢喜的啦。啊，不过这几天吼，我足苦恼的呢。我想袂到，这查某有心，改变这大呢。哎呦，这真正常啦。啊，不过杨老师是安怎啊？哎，我着提昨暗的代志来讲啦。伊刚刚要食一个物件吼，我着规头壳冒去烧啦。你紧食。唔过我即摆无想要食饭呢，你今仔去帮我煮一碗面啊。啊？哎呦，拜托个啦。国明，国明，李国明，李国明，李国明。安怎啦？我巴肚枵啦。今麦三更半暝呢，啊，三更半暝袂当巴肚枵哦。你想要食啥啦？我今麦想要食豆花。豆花？豆花？豆花？讲是豆花啊啦。三更半暝是要去倒买豆花？啊？三更半暝要食豆花哦？啊你到尾安怎做？啊，好佳哉，冰箱内底有豆奶啊。吼、哦。啊，杨老师，豆奶奶奶就去睏啊啦。啊，结果我试起了后，颠倒是我睏袂去。哈哈哈！以前吼，我某有心嘛是同款的啦。啊，不过吼，咱若换一个角度去想吼，啊，伊想要食，搁食会落吼，安尼对伊的腹肚内囡仔吼，会算一件好代志啊。以后吼，唔只会生出吼一个健康宝宝，对无？我嘛是安尼想啦，
所以哦，不管杨老师安怎，我拢尽量去配合，尽量忍耐啦。杨老师哦，有心啊，啊你哦，这阵啊都爱较辛苦的，要做老爸哦，无遐尼简单。对，即摆去哦，迄厝的内底哦，像迄露涂骹啦，还是洗衫哦，较粗重的工课，你拢爱捡起来做，唔通有杨老师哦，伤忝，知无？我知啦。你要走，稍等一下。这是透早袂记哩给你的啊，这糜啊足好食哦。那你今日还好啊？我拄拄好想要食糜啊呢。是哦，那恁即马送伊哦，拄拄好。若是阮家迄个李老师会大概你共款就好啊。是安怎？恁两个人搁冤家啊？哦，无啦，无冤家啦。啊，敢若是最近我感觉我足生脾气足大，啊嘛足想要生气的。哦，我伫有生的时阵哦，嘛是常常安尼啊。阮翁哦，逐工互我骂，真正足可怜的啦。即马想起来哦，足好笑的。哇，你嘛会安尼哦？啊，其实李老师嘛是算足用心的，啊，我想要食啥，伊拢会买互我食。敢若是有时阵哦，会袂记哩我要买啥尔。你安尼常常生气哦，对巴肚内底囡仔无好啦。你都爱常常想挂李老师的优点，啊，把心情放好轻松安尼才对啊。嗯。你去创啥？来扫涂骹啊！以后吼，厝内代志拢我来做啦。扫涂骹扫到安尼啊！啊，你个是水拍出来，唔通安尼用到安尼啦。你是讲啥啦？哎呦，来啦，你先坐啦，你先坐啦。我吃下久就好啊。哎呦，刷刷去啊！啊，伊嘛是好意，我才唔通去对伊发脾气啊。暗顿我来煮就好啊啦，你先去休困，你先去休困。遮尔啊乱啊！我看吼，我也是家己先收收的好啊。
小姐。哎，杨老师，今日咱无去上课。我今日请假啦。哦。可昨暗就感觉哦，嘛都无啥爽快。哎呦，根本是当着太气。我嘛唔知影呢。啊，可昨暗我困袂去，是讲起来看厝外面，啊，结果整理了，就感觉嘛都无啥爽快。拜托，杨老师，你即马是有心的人呢，你就要加休困啊。我看哦，一定是当着太气啦。安尼袂用安尼袂，你等下。小庄，我找杨老师去看医生，你外口就到哟。来，我先带你去看医生。哎，小看一下，这里哦。李老师，你今日身体好吧？你叫你管我身体好无？你应该加关心杨老师才对啊。什么意思啊？你去动着他去，今日阁是我陪伊去看医生的嘞。哎，阿母话还没讲完。哎呦，啊你是安怎啦？你身体有要紧无啦？啊医生是安怎讲啊？哎，囡仔敢有危险？嗯，啊你哪拢唔讲话啦？你讲的遐尼啊紧，我哪有时间甲你讲啦？医生讲无代志啦，免遐紧张啦。真实的哦。哎呦。哦，安尼就好啦。我拄只听迄会计讲，我差一个呢。哎呀，我想无啦。啊，我厝内的代志拢做完啊，你阁有啥物代志用得做啊？你若歹好好休困。啊个，哎呦，我想无了啊啦。以后你啥物代志拢不准做，你有听到无？好啦好啦好啦。连这嘛卖做啦，目睭拢强要火气啊啦。无遐严重啦。我来传暗顿，今日哦。加这两尾鱼，好，我甲你补一下。搁要搞我煎鱼啊？啊，不是甲讲过，我较想要啉鱼仔汤。你目睭无好，搁伫眠床顶看册，逐个阿咧讲，你无要听。好啦好啦，我无爱看啦。你头早有甲我讲话哦？无啦，我讲吼，较紧来睏啊啦。哦，好啦。嗯，啊，你呢？要睏遐久只啊？哦，我惊我睏的时阵吼，去踢到你的巴肚啦。啊，为着巴肚的囡仔吼，为今日开始，我也是睏离你较远的，安尼较安全啦。哎呦，唔免安尼啦，你安尼敢会歹睏？是较细腻的啦，无要紧啦。这节课上的是语调练习，跟着老师念一次。What time is it? What time is it?这个 time 呢是在这个句子里面最重要的，所以呢，在这个 time 的这个字上面，大家要把语气升高。这声你应该会当放心啊啦！即届联考恁班拢考了袂歹，会当讲每一个学生拢有好好考考。其实吼，我是希望丁大壮会用去读高中的啦。结果伊即届高中考了无好。其实读这个学校嘛袂歹啊，你甲想啦？
以丁大专营道的状况来看，伊可是会当学到一技之长，啊，毕业了后对因家嘛较有帮助啊。不管安怎，我就是感觉足可惜。即摆吼，拢已经考完啦，莫想遐济啦。这新的学期都要开始啊，你敢有听讲？后礼拜咱就要开始暑期辅导啊，而且学校希望即届哦，学生拢会当来参加。啊，咱之前学校教员的硬性规定，校长嘛是希望讲会当提悬咱学校学生的素质。台湾那边学生寒暑假拢有辅导啊，咱这边嘛袂当差人伤济。而且哦，开学了后嘛要继续课后辅导呢。有安尼规定是足好的啦，啊，不过我咧烦恼哦，有足侪学生迄钱缴袂出来呢。像丁大壮这种家境无好的学生是足侪的呢。时到时难当啦，到时阵若真正拄到问题，才会较好好反映啊。我是咧想吼，无安尼啦，就像咱静静安尼啊，咱搁来找其他的老师募款啦。啊？搁要募款啊？安怎？敢袂用个？顶摆为着丁大壮因兜个代志，已经找遮个老师募款过啊。安尼得请老师斗三工，也毋是办法啦。放心啦，啊，咱顶一届募款个反应嘛足好个啊，啊，即届联考个成绩遮好着，我相信哦，伊一定愿意继续替遮学生斗三工啦。啊，即届暑期辅导吼。我咧想，咱就来做统计，看有几班有偌济学生钱是缴袂出來，啊，咱统计了后，再做伙替遮个学生募款啦。好啦，无论你安怎做吼，我都挺你到底啦。册顶面讲吼，像我这个阶段都爱加运动。今日陈老师嘛讲我运动拢无够。看吼，明仔载开始，咱两个食饭饱吼，就来去散步好啊。李国民啊，我咧讲话你是有咧听无啊？你咧讲啥？啊，你昨暗是咧无闲啥啦？啊，我甲徐老师吼咧替迄缴袂出暑期辅导费用的学生咧募款啦。啊，最近进行了袂歹呢，我头先算一下，迄募款金额拢有够啊呢。啊，你搁伫学校咧募款哦？我毋是甲你讲过，咱金门人吼拢足保守的，这种募款的代志哦，毋通做啦。哎呦，你放心啦，我即届吼无开着我的薪水啦，我会处理好的，你毋免烦恼啦。啊，对啦，啊你头先是要甲我讲啥？我甲你讲吼，咱为明仔载开始吼，食饭饱来去散步，好无啦？啊，医生讲吼，我着爱加运动，较会较好生啦。散步好啊，迄哪有啥物问题啦？啊，你感觉有啥物代志？啊，若无其他个代志吼，我要阁甲这募款金额阁算一届啦，你着莫吵我啦吼。你豆豆行啊！哎，你我帮我袂记客啦。啊，我来帮你客啦。啊，你一个人说你哦。你要出去啊？对啊，阮讲要散步啦。哦，对啦，有新的人哦，就要加减运动啊，安尼以后较好生。指定哦。嘿。你好食无？好有啦。哎，行行行。说你哦。好，来行。你要出去哦？对啊，要散步啦。哦，恁看起来感情愈来愈好啊呢。看恁什么代志？紧去无用啦。
从今开始哦，咱就一边散步一边学英文。啊，你敢知影这花叫什么名？这花叫 flower 啦。啊，你到底是想要学英文无啊？那不是讲学英语足轻松的，哪要教这哪认真啊？这芭乐吼叫 guava。啊？芭乐叫做鬼啊吧？Beautiful dreamer, wake on to me. Starlight and dewdrops are waiting for thee. Sounds of the room world heard in the day, lulled by the moonlight, have all passed away. Beautiful dreamerQueen of my song, list what I would be with soft melody. Gone are the cares of life's busy throng. Beautiful dreamer, awake unto me. Beautiful dreamer, awake unto me.Beautiful dream.